这是我的村庄。几百年前，这里的女人被裹小脚，足不能出户。为了给彼此活下去的希望，她们创造了一种男人看不懂的文字，叫做女书。跟女士说的一样，丈夫伟大。她想怀个男孩，我觉得有压力，就去做了引产，6个多月。我说你说女的谁不想要个幸福的家庭是吧？那个你都没有，你什么意思呢？好啊，替咱们。你要是咱们说十一十一还能干，我考虑这是一多年，那也是一来受苦个话题。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一款女书主题手机。这都是下个我们这个用那个什么那个。顺安强三字。但是我觉得没什么分不清楚，只要三观分得清楚。这个社会就是个很好的社会。那么在现在的女性里面呢，我觉得很少能够这样了。又一句哈，他先帝死了，男儿有志在千里，娇娘岂可染须眉。